关箱关的太快了，它开箱就开得走了。对，开箱开得晚了。它开箱不是就在这里开的？这个地方这里没事，主要是这里。哦。现在不录题，再下面呢就气势关上面就录着，就20就30了，上这个。上面上面的话应该是关箱关太早了。关箱关太早了，有一个办法就是跑到了关仓岩石里头测试一下。你就测个东西呢，你们有开关箱的岩石，所以说呢，我说呢，就是铺完这一圈就应该加一个点。啊，加一个点就解决了。